为植物的果实、种子到成环保的植栽，拢会当作为创作的元素，为着让民众亲近创意工艺。南投县重庆生活美学协会透过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的协助，将进入社区，带中者体验，特别是引进长脚团队的专业，达到艺术辅导疗愈的效益。介绍他这些的材料，我介绍完。就是用找出来结合着所使用植物的画面，将入到课程当中，在利用果实或是种子动手操作的时阵，会当加深着印象。手艺老师利用模的卡数，得到海过程得到中者较好的回馈。他都是非常熟悉，他会可能反而跟我讲：“哎，这个我小时候闻的是长农拿来做什么做的。”所以这么熟悉的这些素材，我觉得来做这个是让老人家从洗菜去啊回忆的、回温的一种感觉。然后透过再动手做，他会找到更快乐。另外，这个嘛是真环保的素材。就着这个老师林雪君来施展着无同款的计划，会使做出着各种现代化又个实用的作品，只要一做，佮会爱着滴工个。让他们动手做，动手做不仅能够开发左脑的潜能，再来就是让他在一编织的动作当中静下心之后，能够放下所有，先放空所有一切，专注在这一个手作上，那或许他可以释压。那公司要和阿公阿嬷为创作当中来得到快乐，经结合着长脚团队的专业，和每一个工艺主题，符合着长者身心疗愈的需求。这是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和重庆生活美学协会合作，推动着精灵工作坊正重要的目的。所谓的预防就是说，长辈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失能等级，我们先提早用这个活动的方式，而且让长辈会很喜欢这个活动，来去预防他的一个功能的下降。那失能的部分就是不要让他的功能一直往下退。我们希望说借由职能治疗师的他的专业，然后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些意见指导，然后让我们的公益家们到社区去之后，能够对延缓失智这一方面能够有所帮助。协会用心来推动着这项计划，真侪位的工艺家将前往着德山、仁爱、国姓、丁香镇，带着长者体验着工艺水。记者林信，采报道。